给我等着啊，等着。刚才我在健身房遇上俩人，一个跟我展示有六块腹肌，一个跟我展示有八块腹肌。拿好，你那玩意儿拿好，挺好的腹肌都长散花了。我这都好，就一块儿，哼，整个，我也练，我就不信了。啥钢管舞啊，仰卧起坐，我现在一分钟能做250下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做不上来的话，咱俺俩打个赌，我就输你1000块钱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等你啊。哎，真起不来呀、啊，我得赶紧去热热身去，一会儿来了。大哥，你眼镜掉了，是吗？嗯，啥意思啊？怎么踩不碎呢？你不使劲能踩碎吗？你看，是了吧？妈呀，你把我眼镜踩碎了！不是，我2000多块钱买的，赔我钱？不是，你不踩不碎，我帮你踩的吗？谁让你帮我踩的？啊，你赔我钱？我没钱，你刚才打电话不说兜里有1000块钱吗？拿，我那是用嘴里边吹出来的，不是，你问大伙邻居啊，我什么时候兜里边揣过钱？我有钱吗？别闹，我真没钱，没钱你踩我眼镜上去，我兜比脸都干净，要不你要我脸得了，脸能当钱花吗？我要钱来，不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走，你走，大哥犯心脏病啊，我走，走，走，大哥，大哥，听我说，我真没钱，但我也有。你看我回家取去，我傻呀？你家那么多人，我上你家听光给我一顿揍啊！不行，现在给。我爷自己在家呢，都70多岁了，根本就打不过你。真的啊？那你爷有多少钱？我爸昨天刚给他寄了5000。5000啊？走，找他去。哎、好。哎呀，找啥找啊？哎，你敢跑？来，我追我来，来追我来，来来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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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给我站住！让我来。走啊，走什么急，我看看不行。哎呀，王叔啊，哎呀，你说我呀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王叔非让我到他家里来陪他下象棋，下了一天了，他一盘都没赢啊。哎呀，我还高哄你，你今天不让我赢一盘你就回不了家。王叔啊，下棋可以，你这是相面呢，你这是。我说看一看，看吧看吧，你得让我喝口水行不行？俺家的水在那，你知道去喝去吧。哎呀，你快点下，你这下棋嘛，你这不是相面，你。哎呦，哎呦，王叔啊，人家收藏的都是茶壶，你收藏的是望远镜啊？望远镜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这不知道谁扔了个破茶壶搁刀边上。我怕打碎了嘎了孩子的脚，就拿回来了啊！我还没往那个垃圾箱里扔，你就来了，咱俩下棋。一会儿下完棋，你给扔了啊！哎呀，那我还得给你干活呗，你多大点事儿。